看到吗？啊？看得到吗？看到。什么是 BNS？ 这个还讲吗？不讲了。哎，讲一下流程吧。首先，你呢，电脑对吗？然后 DNS 你设置的就是这个。这个对吧？然后呢，你给个域名给我，然后你给请求个域名，然后是不是要经过 DNS？DNS 对。之后呢，然后又去跑 DNS 服务器，也就是这个。然后呢，返回过来，然后就去找 NS，也就是我操，不能点了，点的话我的一些敏感信息就泄露了，我的录像呢。OK，能理解吧？能理解，没问题。好，那么我搭建一个 DNS 服务器啊，DNS 服务器呢，比如说 PHP 90 DNS 指向是 SRC 2.CC，就是这个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请求这个对吧？它是不是要经过这里？对吧？是不是经过这里？然后呢，我搭建 DNS 服务器。然后呢，谁请求我都会有日志了，能理解哦。能理解。我们来走一遍了。我。搭建一个，哦，这个，搭建一个 DNS 服务器，DNS 服务器的端口是53吧？有53吗？没有。那我搭建一个，执行，然后再看一下啊，有吧？监听中，OK。那么我的这个 PHP 90是指向到这里对吧？对。然后我拼一下啊，ping 叉叉二点 php 90.z，我那边会收到吗？我那边会收到吗？可以收到啊。我这边收到吗？ping 90啊，可以啊，没毛病啊。这是 SRC 2.CC 的服务器啊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啊，你看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。叉二呢？可以吗？对呀、这也需要权限的，是吗？哦，是杠 D 吧？拼两次怎么起来呢？杠 C 吗？拼两次的话。两次，完了，名忘了。那是历史吧？拼两第一次，哦，杠 N 吧？杠 A 两次数。哦，对，我忘了。OK，叉二没问题吧？那这样呢？D 也能收到吧？也能收到。那如果我这样呢？这是干嘛呢？远程。WSFB 对吧？远程的呀，共享的。对，哦，比如说这样，
两个三三，对吧？嗯。回车，你看秒变吗？秒变。共享的端口一样的，它还是要都是经过那 DNS 对吧？嗯。OK， 能理解哦。嗯嗯，赞。肯定要。